南投县文化局演艺厅里满场观众，一盏盏心灯，一朵朵心莲，传递爱的能量。内战让叙利亚的孩子们失去欢笑，让大人失去生活依靠。约旦慈济志工陈秋华感恩台湾心莲大爱，支持当地慈善，他不远千里回台，忍着脚伤坚持舞台上顶礼，只为一句感谢。我们用我们佛教的仪式跟您顶礼，感恩您。汇聚点滴爱心，援助国际灾童难民，国际大爱心莲满人间祈福音乐会，九号在南投县文化局演艺厅分上下午场次，感动登场。用真实的图片，再加上国旗的表达，哈，确实非常感动。主地人，自然感动，所以吼。在这儿我虽然无能力呢，我会尽量做。不分男女老幼，不分台上的你或台下的我，透过真实的影像记录，感动的音乐交流与分享，此刻万朵心莲绽放，大爱遍洒人间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郭继宗南投报道。